期待下一个的人，不好意思，还有一首歌，我来一首歌。去年是龙年啊，大家虽然感觉很好，那但是有几个我很喜欢的艺人就是听到他们过世的消息。那有一个艺人，最近去年的今天吧，知道他过世的消息，那我很震惊。大家应该知道是谁？对，那所以我选唱他其中一首歌，我很喜欢的歌，叫做《好好爱我》。谢谢大家。